OK。哎啊！我有位置了。Please, pleas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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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lease. Yes. Yeah. 我帮你们补，我帮你们补。等我觉得哦，不要那暴雨啊！世界那么大，真真真真。鸡蛋呢？我要焦香果花嘴的。可以交钱好了。各位观众，我真的好幸运哦！这就是平常的积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的皮卡特金币花在那个 PP， 有点心疼啊。那我可以补其他只。Peggy Mingy， 今天，其实我已经抓到他的了哈，我其实已经有一只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，就是我开始有点觉得皮卡丘也太可怜了吧？为什么被各种改造？太多种皮卡丘了吧？让大家都觉得说，哎呀，很奇怪，因为我们已经抓到很多种皮卡丘了。这应该没有人邀我了哦，这队长吧。要不然今天就来个皮卡丘好了。反正你平常也很少用皮卡丘在考啊。而且我们这期深入到我连皮卡丘的编号都知道，皮卡丘是 number 25，对不对？HRGMPN， 该不会我这五场打完，要再解皮卡丘金币了啊？不要啊！希望不要。哎呦，而且有新一代的技能呢。突然觉得 Pokemon Go 好猛哦。重点是这个饭碗都被他挡起来了。他没有挡哎，碎哦。可是我还是被带走了。啊？为什么我的这只狩猎凤蝶不是那个？很经典的那时候，我不想挡到啊，基本上我是不要挡的啦。然后你们有发现吗？这些技能特效已经做出来了，哦，跟以前不一样，感觉技能特效比以前美，你知道吗？我骑入隶属红腰，我不挡。或者打这个会不会还有 HP 啊？好像不会哦。我只知道梦魇是大家的回忆。我们要充斥着那种神秘感。我发现这些大招好像都只有一招，我们应该用比较那个上来打比较快。哎呀，完全不痛啊，打什么打啊？好了。